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嗨，辛苦。我们应该让 Ella 给我们编一段舞，我们四个在跳。叮叮叮叮叮叮当。就来点提醒，废话都不停。哒哒哒哒哒，叮叮叮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叮当。简单一点。太难了吧？我们怎么跳啊？脚是这样。往后踩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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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手就是先绕头，然后放肩，先绕头，然后放肩膀，然后这边腰部画一圈，然后再绕绕腿。姐姐，你们一个舞台要练多久啊？就看到当时的安排如何啊，有时候花很多时间，但是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很久哎。刚刚看表演的时候一直哭哎，为什么要说出来？不行，我的表演是开心的，不要这样子。好，没事，你现在要哭了啊，不要激动啊，不要，不要。发生什么？真好多奇怪的人。他特别像埃及艳后。哇，他的头发好顺，好滑，好亮。对，就是我经常没事就会吸。我随时带着一个梳子啊。对，就是藏在梳头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把你头发弄乱了，我会疯。我满脑子只有那个没有被踢掉的 Master。 哦，那个太神奇了，碰它。哎，是设计的吗？还是故意？这个就是舞美啊，就是你设计的、啊。你可以让他再弹回来一次吗？好期待！我，你平时是做什么风格的？就是平时你干嘛 ？It's a secret. It's a secret. 就会出去吃东西啊，或者去按摩，或者做这些事情。不是，我不是问你日常干嘛 ，bro。我好吃，我看 TV， 我洗澡 ，and then 我去遛狗 ，right？ It's not。舞台所有区域完成解锁。你是用哪种生存模式走到今天的？你怎么会是平凡者啊？我就是一个没什么远大梦想跟志向的人。我19岁逃婚，我就注定了我要逃这人生。I feel like I'm always looking, hunting for a new challenge。一直想去选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选项。我成为不了其他人，其他人也成为不了我。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 Jackson 王嘉尔，他是我们这次舞台2023的创意总监。来参加节目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才呈现这个舞台。你平时是做什么风格的？为什么 这首歌今天大家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准备的吗？天上不回掉馅饼，选择都会有代价。我的中文好吗？很好，谢谢谢谢。你不应该去想说我们会失去什么，你要想的是我在这段旅程里面我得到的是什么。小霞姐 why？ 他俩让我看到了我的青春。
说话的感觉会不会少一点？那你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吗？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哇，建议你改头换面一下。But not something that you've been doing for 10 years. 我觉得他在舞台上很忙，就你们很像都是练习生的状态。哇，是这个，你分数最低耶，为什么？这就不是个分儿，是什么？因为我叫黄绮珊。这是什么烂理由？我的歌叫 I Do， 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还有 Tonight， 还有Novocaine。Yes， 我推荐Tonight。我不要用东西，因为我是专业的，我的游泳是专业的，所以可以用我的身体 ，my skills， 我的游泳力。望正松。熊熊奥斯卡。Which of the artists would you expect to work with? 可能 Sunny Lucas， 或者安琪，因为我知道安琪也喜欢 R&B。Travel with Pink or The Sound and Gold Club？ 都可以。Which remarks annoy you most？ 我的脑子，因为我的脑子有时候是很慢 ，It's so slow sometimes。我的新歌。我是冒险者，因为我想给自己一个挑战。新裤子的《花火》，他们的翻唱的版本。现在我有些倦了，倦得像的热的花火。如果不限制任何的名字在海上飘，游艇啊，游艇里面什么都有，对吧？到现在为止，你最熟络的一个舞台歌手。紫薇还有 Lily， 你想和哪个人 ？Lily， 她甚至比我都小三岁，而且她什么都好。做攻略旅行还是顺其自然？暴躁旅行，就是去哪个地方，我甚至都只要过去再说。你最讨厌别人怎么样？希望大家在听完我唱歌之后，他不要再说啊，你真的好怎么样，性格好啊什么，不要聊一些跟唱歌没有关系的东西。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值得被看到的？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对于唱歌这件事情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执着，还有我与生俱来的一种舞台的这种张力。你选择了什么身份？挑战者。我觉得其他的我都觉得不是我，所以我只看到了一个是我的标题，我就拿起来了。你为什么迟到去学校奥特曼学校？奥特曼学校，我迟到了。先给你们一个挑战。大家好，我是歌手黄玉博。Maybe like dance song. Yeah, I want to dance. Given no limits on tools for drifting in the ocean, how would you like to drift? Maybe like I'm swimming with the like dolphin or the shark. Like, wow. How should we say? Who is the one artist you know best? Lily, like Alizi, and my roommate, Xian Bei. Yeah, Xian Bei. And a lot like Sunny.Next one, which of the artists would you expect to work with? Lily, because like she can play guitar, and I like maybe I rap and she play guitar and she sing like beautiful. Travel with tips or stop and go travel? Stop and go travel. Which remark annoy you most? The rumor say that like I'm fat, and it's like when everybody see me in real person, like oh you're not fat.I was like, oh, you're beautiful, you're not fat. And I was like, yeah, but if I'm fat, it's okay. I'm like, I love myself. Which virtues of yours are worth attention? Maybe like my clothes is like all pink. What mode of survival have you chosen? Yeah, I chose the challenger. 好运来，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谢谢。如果不限制任何的工具，在海上漂。弄一个那种海上下午茶，就是放一个游泳圈坐在那儿，然后再给我摆一桌吃，就是吃的什么的飘在上面，我就这样一直飘着在上面休息。到目前为止，你在港台成功了哪个电影嘉宾？戴泽颖吧，应该是，因为我们俩是室友。你最想和哪个演员合作？
因为我首先我想挑战 rap 的话，我可能想和 Wonder Frame 老师合作，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想和安琪老师或者孟美岐老师合作，因为他们都是唱跳上很厉害的前辈。做攻略里面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厉害点怎么样？都还好吧，我现在觉得随便怎么评价，反正我把我自己越做越好就行。你觉得你自己成长了，你觉得被看见了？我的努力和我的变化吧，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接触这些事情没多久，那我觉得我的努力和我的进步我的变化被大家看到就好了。你选择了什么方向？孤勇者，就是想让自己跟自己比，就是有进步。那你有印象造句？对，学校奥特曼迟到。能看到了奥特曼，所以去学校迟到了。张惠妹的真实。如果现实中自己在海上漂，你想怎么漂？想要安全一点的飘，大一点的船飘，因为我害怕，因为我有那种深海恐惧症。到今天为止，你最熟的一个舞台歌手是谁？卑职跟美琪吧。第一天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所有节目都录完了，然后吹着海风，有人拿着吉他，然后我们在那里各种唱歌跳舞。你在节目期间想和其他的哪位舞台歌手合作？那就看看大家出舞台之后吧，因为我现在都还没有不知道。对。顺其自然，但希望有攻略旅行的朋友。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评价你？曲解。你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被看见？接地气。第一，选择了什么生存模式？冒险者，集中了所有的一些环节以外，还能边走边玩，有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应该蛮好的。下面提示我会用三个词让你来造句：学校、奥特曼、迟到。有一天我要去上学，但是我迟到了，路过奥特曼的家，奥特曼把我送了。OK， 最后给你的。那就唱一首真实吧。孤独比快乐更真实，爱上人失去了理智。我也很唱 Purple Rain。 Purple Rain Purple Rain。 如果不限制工具在海上漂，你想怎么漂？躺着漂。到今天为止你最熟络的一个舞台歌手？其实大家也都还挺熟络的。还没有醉。朱海豚和王菲。做攻略旅游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旅游。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讲？我最讨厌别人评论我发的。你觉得你身上什么值得被看？脑子。你选择什么生存模式？什么？爱你孤身走暗那个孤勇者。对。可以给你的粉丝一些。我希望呢，这个未来我的粉丝呢，你能耐心一点，听听别人讲话。听听别人唱歌，听听大家，有想法的见解。之前我们去会一起点那个寂寞先生。寂寞先生，如果不限制任何的东西在海上漂，想要老师想怎么漂？我想要漂在游艇上面。我想要漂在漂流木上面。两位老师最熟络的刘东的舞台歌手是谁？耿新瑞，未来星。两位老师最想和哪位舞台歌手合作？冷水和普语吧。你把我的过来啊？这么默契的吗？我想跟普语。做攻略旅行还是顺其自然旅行？顺其自然旅行。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评价？我最讨厌别人背后评价我，说我曾经怎么样吧，就会拿以前的东西和我现在比。两位老师当时选择了什么生存模式？冒险者，就觉得我们不是胆小鬼，更不是平凡人，我们是想要成为冒险者的冒险者。最后可不可以给粉丝们一个彩蛋？孤勇会耍秀，隐会跑，心比海呀，西北茫茫，像在呀，细数里黑尴尬。伍佰的白鸽，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一双限制工具在海上漂，我自己在那儿浮着，自己顺着那个浪它自己漂。到今天为止你节目里最熟络的一个舞台歌手，都还是以前认识的几个朋友吧，美琪、蔡慧泽。对，如果在节目中有和其他舞台歌手合作的机会，想和谁合作？蔡慧泽吧，我挺想跟蔡慧泽合作，因为我一直都特欣赏他的音乐。你是双向粉丝？对。是吗？兄弟，好兄弟，朋友一生一起走。对，做攻略还是顺其自然。我会顺其自然，我绝对不会就是说我今天早上七点必须要去哪哪哪，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太累了，因为我觉得旅行就是一个给自己放松的一个假期吧。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评价？我更在意别人
喜欢我什么，就是客观的评价的建议我是会听的。固有者。Hello， 大家好，我是 VG， 祝我们大家一起练成牛蛙。我去 KTV 不唱歌，吃东西。我想坐着大游轮漂。孟美岐。未来新歌。你喜欢做攻略旅行还是顺行的旅行？我喜欢做攻略旅行。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评价你？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忘记初心。你觉得身上有什么值得被看见？我的真正内心的想法。对。你在节目里面选择了什么生存模式？我选择的是挑战者，因为来都来了嘛，肯定要就是挑战心目中的强者。第三个词是听音乐优酸乳和鹅。我听着音乐，喝着优酸乳，吃着烤鹅。暗姐们，时隔两年又回到了这样的舞台。首先，我是真的非常开心，我也希望我能够去抓住机会，我会好好的去尽力的把我每个舞台也完成好。腾讯视频见。祖儿的 Pretty Crazy。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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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风影。如果不限制任何的工具，在海上漂，你想怎么漂？我想在一个那个游轮。到今天为止，最熟络的一位。首先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边的胡宇还有 Wonder。同是双子座的佩林，还有小泽老师，跟雨涵、玉博也不错。你想和哪位舞台歌手？我想跟乐队，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跟冷水或者是海豚，就是都可以。做攻略旅行还是顺其自然？随心的。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评价？我最讨厌别人不评价我。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我的真心。你选择什么身份？我选择的是孤勇者，我不想当平凡者啊！就是来参加节目，为什么要当平凡者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比较理性的去选择最合理的那个。我现在会给你三个词：音乐、优酸乳、鹅。当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我会想喝鹅味的优酸乳。我觉得真人秀会挺精彩的，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节目，或者是这个真人秀，我也是第一次。然后除了舞台上的很精彩之外呢，我们宿舍的东西也真的挺好笑的，就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期待一下。我可能会唱那些花儿、朴树。如果不限制任何东西，在海上漂，你想怎么漂？整一个加勒比海盗的就巨豪华的游轮。目前为止，你最熟络的两位总统？我最熟络总统，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我们俩就是一起进去，然后我一摘下眼罩，他是一个巨甜的一个甜妹，然后也一直跟我讲话，我就觉得很热情，然后我就很喜欢他。对，你最想合作的是哪位？跟我状态特别不一样的人 ，rapper。或者就是说也会弹吉他的。做攻略旅行还是顺其自然？一定做攻略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都有。你最讨厌别人怎么评价？我不讨厌任何讨厌的人评价我，就觉得无所谓。你觉得身上有什么值得被看到？我觉得是我的想法吧，我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我有的时候说话会语出惊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还是一个虽然内向，但是挺好玩的人。那你选择什么生活？我选择是。平凡者，就是我比较平凡嘛，可能就是个普通小孩，然后我也觉得平凡是人性当中特别90%的人都是这样。根据一下刚才的照片，学校奥特曼迟到。如果我今天迟到了，我在学校我就作为小怪兽打死奥特曼。你去 KTV 的必点曲目。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如果不限制工具，在海上漂，你想怎么漂？用我的吉他，我可以一边躺着一边弹着。到目前为止，你最熟络的咱们节目中的一个舞台歌手？庆怜。我们喜欢讨论一些很搞笑的话题。那你最想合作的一个舞台歌手？
Wanda， 因为我觉得他很酷，我觉得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和我挺合的，然后他的穿搭也，他也很喜欢粉红色。做攻略旅行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了，真的。你最喜欢别人怎么样？你很帅，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别人就是只看你外表，我喜欢有人就说哦，我喜欢他其他方面，比如说哦，他很幽默，或者他很有趣啊，他社交能力很强，这样我就会觉得哦，他其实挺懂我的。你觉得自己身上什么是值得被看到？我的正能量，我的阳光气质，还有我的自律。你选择了什么生存模式？冒险者。为什么选择这个？因为我喜欢冒险，我喜欢很有神秘感。我下来会给三个词，然后用这三个词造句。人像奥特曼迟到。我奥特曼不喜欢在学校里迟到。ending 给我。必须得相信自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只是不想去做。冰箱啊，他的。My own song。Có lẽ nước mắt trong em cạn rồi, có lẽ phải quên anh thật rồi, phải bước đi thôi để nỗi đau ở lại phía sau. You've now been exposed to drifting in the ocean.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I would lie on the boat with my guitar and just float on the sea. Yeah. And next one, who is the one artist you know best? Wonderfriend.Which are the artists in this program would you like to work with? Actually, I have to find out more to discuss. Travel with tips or start your travel? Just random. Which remarks annoy you most? Người ta đánh giá mình như thế nào? Ghét, không thích người, cái cách người ta đánh giá một người bằng những cái lời lẽ quá tiêu cực mà kiểu với cái ý không muốn xây dựng mà muốn kiểu vùi dập người khác á, thì mình không thích cái cách đánh giá đó. Which point of yours most attention? This one. Even though I'm wearing the mask, everybody can see it and realize me. What mode of survival have you chosen and why? Lonely walk. Because I think that time is safe for me. 我很少去 KTV 耶，如果要去的话，我会点陈势安的天后。我嫉妒你的爱情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搭船吧。未来星 VG， 因为我很熟悉他的风格，我觉得他很棒。一般一般。黄还好哎，我没有特别。讨厌的点我可以都可以理解啦。你觉得非常值得被看到？我觉得我的创作值得被看到。我选择的是胆小鬼，可能是因为胆小鬼是五张牌里面比较负面的词吧。我选择它的话应该会让这个赛程是更有趣的。音乐优酸乳的歌，音乐给鹅喝优酸乳。我太久没去 KTV 了，不记得了。没有很可怕。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我想有一个窝子，想有一把伞，然后还想有个 WiFi， 有个手机，听听歌啥的，享受享受生活，有点吃的，饿不死就好。到不知道，我跟大家好像都不太熟。我想跟大家都成为好朋友啊！想跟王 OK 合作，因为我很喜欢他。做攻略旅行还是顺其自然？做攻略。最好的巅峰体验。不做攻略旅行。你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被看的？做攻略旅行。在节目里面选择了什么英雄模式？冒险者，因为想冒险啊。现在我给你三个词，然后你再给三个词来造句。音乐优酸乳鹅。有一瓶喜欢音乐的优酸乳，喜欢吃鹅。学校奥特曼和迟到。如果我是奥特曼，我去学校就不会迟到。加油加油加油！能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如果不限制工具在海上漂，你想怎么漂？想要就是漂去岸上吗？还是不想待在海上？到今年为止，在节目里面最熟悉的除了雷哥，凯哥是谁？王 OK。那如果在节目里面有合作的机会的话，你最想跟哪位舞台歌手合作？王 OK，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嗓音和他的一个唱歌方
方式。韩国的妹子主要还是顺其自然就行。顺其自然。你最喜欢别人怎么评价？不喜欢别人评价我就是虚伪。你觉得身上什么值得被看见？觉得就是真诚吧。你在节目里面选择了什么生活模式？选择了平凡者，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平凡的嘛，就比较普通的一个人。我在学校变成奥特曼打怪兽，所以上课迟到了。音乐优酸乳哥哥，我唱着音乐在看喝优酸乳。太阳伴随着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火熊熊燃烧不已。时间的河流流过了五千年的故里，广袤神州大地孕育了无数中华儿女。九一八事变再到最后抗日战争胜利，千万无名英雄舍身忘死前仆后继，隆隆炮火妄想阻挡我们脚步前进，天空中的烟火那是中国人的骨气。